大家好，我是虾皮爱钓鱼的胖达。今天是机车环岛的第四天，昨晚老王来到玉里跟我们会合，我跟他说了这几天行程状况，老王说为了能顺利探点找苦花，后面几天就搭我的车好了。再来就是气象局预报这几天会有好大雨，为了安全起见就不继续骑机车环岛，我们后续行程就搭车探点找苦花，然后慢慢沿着台九线北上回台北。因此今天一早我们就先把机车托运回台北了。车子要不照相，确定没问题。秀姑峦溪善游，水超干净的啦，超棒的。哎，这个点不错嘞，搞不好有出的哦。探点就是要这样，探点啦，探点。哦，这个地方不错，花莲好山好水。这就对了。哎，美麦，下面一个，它是一坛一坛的。蛮大只的，因为水色不错。那网子在水底缠一整坨，它网鱼就算了，也不收。结果这废弃的网子卡了好几只鱼死在上面，何必这样呢？不然这边那么漂亮，那么干净。鱼都这样啊，无言啦、啊。那我们等一下再回程的时候把这网子收走，丢垃圾吧，不然怎么办？不然这丢在溪里也不是办法。好大的红猫啊！我靠，这个应该有将近20公分了，将近20，超大只！哇，虾面嘞！哇，真的，这一只大概20几啊！这种山溪竟然也钓得到虾面，抓住了！来，抓住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放到浅滩。来，这浅滩。你看，哇，漂亮哎，虾面，虾面。我觉得这边鱼都很健康，因为身上的鳞翼都很够，很够，对。肥肥虾面，我今天拉力很强哎，这样缓缓的练。
慢点，等刚。水溪，检查哨之前，真的很漂亮啊！这溪段就不错了，来探探看有没有大苦花。